谢谢弟弟。这个沙子漂亮吗？哦，有马路哦。没有啊，吐马路公园不是因为还有马路，哎，也有可能是的。那你小心那个马路哦，好不好？啊，沙子的话就在里面玩就好了。对，你不要把它拨出来哦。妈妈，我正在玩东西。哎，我带一个奖牌了。哇，恭喜哦，弟弟。这里的沙子好踩吗，姐姐？拿出来哦。好。兔马路公园，这个，哦，它这里有一个球，感觉很漂亮。然后前面还有一只长颈龙啊，姐姐，长颈龙。这个沙子的话没有围起来。啊，姐姐这边可以洗脚哎。对啊。哦，脚上可以洗脚。好棒哦。啊。哦。弟弟好喜欢挖沙子哦，跟他小时候一样。